改造一颗多功能的橡皮擦。我有颗普通的橡皮和卷笔刀，在橡皮上面画出卷笔刀的轮廓，切掉这小块橡皮就出来一个凹槽，涂上胶水刚好可以把卷笔刀粘进去哦。下面转印一个图案到橡皮上面，用刀把它刻出来。大家可以做点简单的图案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多功能的橡皮擦改造完成了，它不光是个橡皮能擦字，还是个卷笔刀哦。除了文具功能，它还是个印章哦，在纸上盖些可爱的小图案。经过改造，橡皮也变得好玩了。还想改造什么？评论告诉我，关注我，每天带你做好玩的。